烦要正手拉，后来才去抢拉，他都是给你。就你要把球发好，发好以后加上正手抢。蹲下去要干蹲啊，很好啊，蹲。很好很好，球该发，该发，你这个球，发出来有点速度，他都知道了是踩着你扶你了，他还到处乱发嘛。对了，中了，很好，都是给你扛住的，到处乱发。很好，中了，到处乱发。抓起来能摆短，摆不短要蹲下去啊。蹲下来，蹲下去冲了加摩擦，而且还注意连续一下拉不死人家的，发球到处乱发，发的要速度要快，不需要太多旋转。可以了，很好很好啊。就加摩擦，一板是拉不死他的，要试一试。上脚上够，出牌了，出牌了，可以拉他了，很好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站好水。对，他就到处发，蹲下来了，很好啊，注意连续。你得连续，他跟你说了，你一板怎么拉都拉不死他的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独自有去球了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很好很好，拼他，就把车上去拼他，他都是戳。很好很好很好，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注意连续，很好啊，注意他出台那个球，有时候你可以拉他，他发现那个球出台了，很好，别想一板拉死他，拉到反手就可以，拉到中间都可以啊。现在注意连续，要注意连续，很好很好，
对了，知道吗？对了，有，把全段发出发哪都行，发哪去。这要发力拉的，非常非常好。漂亮！这次发的反手大脚吗？可以可以，竹子那个就要带摩擦，不要去打。
镇守。死了。这球肯定是半场，你要等一等了。
不要着急，加摩擦，拼命加摩擦，拉到之间是最好的，没关系。你要看他这个第一跳。对了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好，就是翻到中间这么对着他。对了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慢慢来，擦擦，他沾沾脚，擦擦水去。就怕那种上圆球，跟他打相似，他要戳你才拉他。别慌啊，先就准备他挑你啊，对不对？独子有时候等了半场敢拉他一个啊、哦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球绝对是半场，你胆子大一点，能过去等着他，很好啊！非常好，非常棒。很好很好，自己别那边跑，后你再拉他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去拉他，很好。一个出台吗？敢不敢半场的？你能过去拉他个直线，不要拉直线。没问题，你敢就行。下一个你就捂着反手就行了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现在就注意这个事情，你看他那个上手，人家问你，你等他调你就吃他，你翻，你看他妈反手中间给你弄了。你得拼他，你搞什么？这就要拉下摩擦，又重心高了啊，很好啊。
我们就练练这个东西，然后我摆你反手，你把给你，然后发球，我给你两个球就好。哇，快！给我拍呀！给你拍。我刚刚搞的就是这么一个。你要往前拧，你知道吧？有大空间，他怎么戳你？大空间看不到，会看一下这门缝，他给你摆个板。很好，我这戳出来很有意思，都是好球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是任何东西都能转，你肯定转。你就发个照片，我就等着你跑，你跑我就不给。你要错我就拉你，而且我要用腰拉，不能用手。很好。很好啊。很好，调整好呼吸，非常好，拼的。你发，你发，发到大鸟抢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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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很好啊。调整好呼吸，该摆掌，该摆掌，该拉拉。